在当上班族的时候，到了中午你就是想要赶快把饭刻完，然后就立马趴下来睡觉。可是以我过往的经验，我出去买饭啦、蒸饭啦，有的没有的啦，我就会觉得哦很浪费时间。可是现在有这一台 HitBox， 我就可以12点准时拿到便当，花10分钟吃饱饭，我就直接趴下来睡觉。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非常注重睡眠的人，然后当一个优雅的饭食主，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台哦。